我们的原料来自顶级快木家具的边角材料及木屑，以及进材前的合法民间库存。第一步的打碎有助于精油的释放，也使品质更为纯净。将打碎过后的木屑加入锅炉中加热，产生热气蒸馏出快木精油，再将精油引至冷凝器，让精油在内壁自然冷却。冷却后置于油水分离器，透过静置产生油层与水层，分离出水分。为了过滤残留的杂质，我们会再通过独家二次精油工法，耗时12小时浓缩后的精油仅存1/2，最后精油出富含芬多精的快山坊快醇精油。历经重重把关的独家6道工法，才能将最优质的精油送至每位顾客手中，把整座森林的精华与您心爱的人分享。我们是快山坊。